今天早上开始，头里痛，头里痛。我看他那个冷空气的方向啊，冷空气继续往下，冷空气继续往下灌，冷空气继续往下灌，然后人没的，暖气啊，热空气往上升了，往上升了，实际上还是抵消不了那个。大气当中的冷空气啊，大气当中的冷空气，这个大气当中的冷空气啊，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那个地方正在加速，正在加速固体水啊，因为是这样，你要固体水一定要固体的速度啊，固体好的速度啊，一定要超过于污染的速度。如果污染的快，固体的慢，那么永远就是搞不完，永远搞不完。只有固体的速度，固体好的速度超过那个污染的速度，这样才能有完工的时候。所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外星人一方面在加快速度，在固体。另外一方面扩大那个地下的那个通道啊，大桥啊，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个事啊，一直在做这个事。目前的状况下就是说，固体水的速度啊没有降下来啊，因为一旦降下来一个那个这个水啊，就污染越来越严重。就过滤不完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今天头里不舒服，就告诉我这个情况啊。外界的气温还是低，主要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啊，就是，在固体水啊速度正在加快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好，那知道了。